成功。Hello，Hello，晚上好。这个是做菜盐的，新加坡公卖的果冻。那么我们今天有燕窝啊，这是燕窝来的。我表弟今天做燕窝啊，来，刚进的朋友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做那个玫瑰燕窝冻啊，这个应该是玫瑰哈，一点都不开胃的玫瑰啊。要需要问那个什么吗？我不懂，应该不用啊。啊？应该不用、啊。看看如果需要。我电话比较特别一点了。然后我们的菜盐果冻菜盐粉，新加坡品牌的。来帮我们那点先晚上好，这个已经是做好了的这个成品，这是什么啊？成品，这是燕窝，这是我们不用去熬温了。嗯，对，已经煮好的成品。好，那么今天不是我下厨，不是我做，今天我们邀请一个美女，美女啊，就没有你了，美女，美女，嗯啊，就是来自北马的美女。啊，现在我们请药剂师。讲我吗？哎，我们请药剂师啊，朱慧来跟我们做一个今天公开分享，来公开分享啊。Hello， 表弟的粉丝们，大家晚上好，苏慧又来了， yeah. 晚上好大家。晚上好。到美女就入号对错了。对，我觉得今天没有了。为什么今天会煮这一道甜品呢？是因为我觉得最近呢，表弟可能会比较累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要今天呢，就我和我妈妈在槟城已经炖好的这个鲜炖燕窝，槟城来的燕窝，对，槟城来的，里面是用了金丝燕，金丝燕，我们马来西亚的燕窝，金丝燕啊，对，金丝燕、啊，今天要做一道非常特别的甜点给表弟和他的家人，叫琉璃，其实今天我没有带琉璃啊。北面本来是要做玫瑰，然后我发现这是玫瑰啊，对，这个是洛神花。我以为是玫瑰。难怪刚才你讲说它是不开胃的玫瑰啊，就是洛神花。对，洛神花，我突然间把它换成洛神花，对，因为我要它的那个颜色会比较漂亮一些。OK， 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玫瑰啊，是洛神花。对，那么我们也可以用玫瑰是吧？也是可以，可是玫瑰我昨天前几天我煮了，不过我发现它的那个颜色不能呈现粉红色。所以我建议大家用洛神，那个颜色会更加的明显一些。就是洛神花。好，建议大家用那个洛神花，一点点就好。是的。好的。所以今天我很紧张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次戴上表弟好主意的这个 apron，然后在这里呢，就是不敢讲说会要教大家，就有军师在旁边，我就不紧张。哦。对，因为表弟讲凡事有他在，我就跟他讲事了。爸爸喺大厅啊，爸爸喺大厅啊。咁我唔惊啦，表弟。唔使惊啦。啊，唔使惊啦。你做咩表弟？差人你会做？不会。啊，不会啊，没有问题，表弟很谨慎，很简单吧？今天要教大家的这一道甜点是要看那个，其实做法是很容易的啊。对，很容易而已，那个做法。它是要有窍门哦。来，帮我们分享。对，它是要有一点点的那个窍门就够了 ，OK。谁都可以做，好像是会这样子手残的人啊都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，或者是完全如果你是没有做过甜品的朋友都没有问题。OK， 好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食材好不好？好。OK， 来食材先讲一下今天的这个甜点的名字叫做琉璃洛神花燕窝冻。琉璃啊，洛神花。是，那这个燕窝呢？其实我是在家里，就是我和我妈妈一起，就是先炖边边来到了的。所以大家，不管是你的是干的燕窝，或者是你每次买的那种罐装的先炖燕窝，都可以的，都可以的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再来称它的重量。So， 大概两朵的这个洛神花，也不要是太多，因为今天我做的是大概是5到6人的分量啦，就是一人一粒来讲的话。OK， 所以我放大概两朵。然后有的呢，就是今天我自己做的这个桂花蜜，
啊，桂花蜜，桂花蜜，蜜糖加桂花啦。是的，想要找蜂蜜的朋友们，今天素慧呢也是圣伯纳这个母亲节，今天有带来了新品给到大家。啊，今天优品有新品啊，我也试过了，嗯、啊，很纯哈、哦，表弟，对，纯蜂蜜，这个是用我们的纯蜂蜜，蜜啊、对，桂花蜜。OK， 桂花蜜，桂花蜜是桂花蜜。然后呢，还有呢，晚上好，大家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要用的就是这一款 jelly powder， 我们叫水晶橘诺果冻粉。新加坡品牌了。是的。OK， 大家记得不要买那种我们讲那种拆 and 混呐，那个是不能的。对，一定要买这种水晶橘诺。水晶的透明的啦。哈，透明的，它做出来才能那种短短短的口感。哦，对，要有一个。啊，对那种果冻啊，这样果冻的那种感觉，Jelly 的那种口感、嗯啊。OK， 好的，那我们先来量一下今天所需要的这个分量啦。OK， 看一下。So 我们是今天主角是燕窝啊，来刚进来的粉丝们，我们今天是燕窝果冻啊，燕窝果冻，它、啊、是洛神花燕窝果冻，要么琉璃啊，琉璃燕窝。我先把这个燕窝呢打 mix 出来先。OK 嘞，这个是先炖了没有？对，这个是已经是炖边边了的。昨天在家里炖边边哈，对，炖边边过来了的。还是哪一个来装啊？是哪一个，我拿这个来装。那个好像我们外面那种买那种罐装的也可以吗？哇，这个很纯呢。对，这个燕窝呢，它还是可以拉丝的，因为自己在家里炖的嘛，所以肯定是选那种干性的、干身的、嗯，而且炖得来呢。我可以不可以用那种外面买遍的那种罐装的那个燕窝？那个没有倒出来没有几粒了。啊，也是可以，但是倒出来没有多少个。哈，对，建议呢就是不要买那种便宜的那种哈燕窝饮料，你是拿不到这种。啊，对，这个是有拉丝的。对啊，今天这个我们一起做，等一下给表弟可以什么？有点发呀 ，OK， 补一补 ，OK， 它是可以这么拉丝，你看我用筷子拉丝，哇，有丝哦。对，这个我一罐呢是大概是三个人的分量，一罐可以做三个人啊。啊，对，一罐可以做三个人，我先倒到完先，等一下如果有剩的话，来，这里有六个人哦，可以有六个人，一二三四五，啊，另外一罐拿给表嫂哦。哈，对，一个我还有一买表嫂了。才是好多 ，OK， 这个给他你要跟他割水嘛？好，等于我跟他割水出来，因为今天我把他的那个汁全部。我比较厉害。OK， 好的，来表弟，谢谢你。所以我们要水分还是要接力？接力。好，我们要接力。不是他的那个燕窝。要燕窝哈，不是接力，这个燕窝来了不是接力啊。你讲接力就没有价钱了咯，没有价值了咯，讲燕窝就是他就。对，这个是金丝燕，大家在家里有什么燕窝都可以拿来用的。哈，对。我们今天用金丝燕啊，你看。一条条的金丝燕贵一点还是雪燕贵一点？还是表弟的首饰来更好。分享了，谢谢大家分享，晚上好。谢谢。来，我们现在不要吓到啊！今天苏慧穿 embrace 讲苏慧在这里干嘛？今天我很荣幸耶、欸，那对黑配红的很美啊！美来拆穿啊！我的荣幸，今天你看这是真正的它，啊，真的是很碎耶！你那金丝燕很漂亮哦。嗯，我这里大概是放了六盏啊，每一盏大概是三 gram 这样。接下来的这个水分有用到吗？啊，这个水分等一下我们可以拿来吃的，就不要浪费。拿来喝，这个直接可以拿来喝，像燕窝水吗？可以直接拿来喝的。这个倒给你咯。可以。燕窝水啊，还有燕窝水啊。啊，这个是燕窝水。可以，这个是燕窝水。这个我们隔了了，我们就放一旁先，因为现在呢，我要先来滚那一个 jelly 的水，做那个果冻的水。做果冻呢？是的，这个里面呢，它其实一包是有13 gram。它这里有写 30% extra， 所以它的比例呢是100 gram， 是我看一下，哎 ，sorry， 一 gram 呢要放100 ml 的水。哦，一克就了100 ml 的水啊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会做500 ml，、啊、也就是我会用到5克。OK。五克。所以我们今天放500 ml 的水就要5克。这个、啊、这个Mickey 这个可以喝的，这个是燕窝的水来的。你要给谁喝？你啦。哎，我要给苏慧讲开，苏慧还讲谢谢呢、啊，还跟你讲谢谢，我听到。嗯，这个你拿去喝不要浪费，这个都是精华来的嘞。精华来的。哦。我要可乐有吗？而且又可以解渴。我有的喝。看一下啊，我先倒一下。OK，、嗯、好喝吗、嗯？我们加了一点冰糖，它不会很甜哦。冰糖燕窝。可以，等一下。嗯嗯。OK， 五克差不多。Normally this package is 8 gram, but we got extra 30%
Yeah, I also got confused. 他这里写 got 30% extra. 啊 ，30% 啊。哈 ，so you all must be careful 哈。它的 packaging is right 10 gram. So you have to include the 30% means total is 13 gram. 13 gram. 对。应该是加汽油是吧？已经加进去了的。对，所以他放一个 sticker 就是来 remind 大家。extra 是算是啦。是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已经量了 5 gram of 这个 jelly powder。然后呢，我会用500 ml。是。要加。五克，来我们五克的那个 jelly powder 啊，我们的 jelly 粉五克，来谢谢分享，谢谢分享。OK， 你要买那种透明的 jelly 啊，还可以啊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是一定要这个还可以用啊，我先来收上来哟、啊。还可以用。你问人家要不要带回家，你收上来。很简单做而已，带回家吗？这一道甜品，我量一下500 ml，然后我们来，我们准备500克的水啊，要热水还是温水？室温，那我普通啊。室温就 OK。要煮啊，我是哪个的？好的。Hello， 晚上好。等一下，我们优品有新品啊，是不有蜜糖噻？有蜜糖就有糖。啊，我们有引进蜜糖啊。对，今天呢，就是等下呢，要给表弟试看我自己做的这个桂花蜜。其实我们的蜂蜜呢 ，original 的味道呢，是很纯很香的那种蜂蜜的味道了。然后我要叫大家呢做多一个 alternative， 就是还可以加桂花在里面。还有桂花在里面啊，加桂花那个味道更香。来， okay? 这个 jelly 粉是无糖的吗？我的伙伴叫我快一点，我觉得我今天讲话很紧张啊。这个 jelly 呢，它是完全是没有额外加糖的，没有糖。So I'm not going to add any sugar。我今天主打的我要加蜂蜜淋在上面。OK， 这 jelly 粉没有糖啊，今天我们也不放糖，我们放 honey。啊，我们放 honey， 大家试看那个 honey 的本身的味道。对。啊，没事，我的 honey 啊。我量一下水分500 ml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煮了。OK。煮的时候呢，首先我会先放2朵的这个 rose 进去，给它的那个 pink color 的颜色出来。洛神花。啊，洛神花，大家不要放玫瑰哈，放洛神花，它的那个颜色就很漂亮。就带一点 pink 的颜色。好，对，就带一点那种 pink 的颜色。来，我进去一下。OK。晚上好。来，谢谢。来，倒下去啊。好的，倒下去。来，我们500克的水放进去，然后我顺便放2朵进去。来，这是洛神花。对，我们你开。对，然后去拿。放500克的水，我们来滚一下。它颜色就带一点粉红色，就带一点粉红色。我们等它滚了过后呢，就可以加这个 jelly powder 进去。对，五克的 jelly powder。对，这个 jelly powder 呢，我会jelly 粉。8 minutes 这样子，因为这个粉呢，它需要一点时间来 dissolve 的。嗯，是 around 8 to 9 minutes。OK，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，仔细，它的颜色已经慢慢出来了，看到吗？嗯。OK， 你一丢进去，那个颜色就基本上就已经是开始呈现出来了。有点粉红啊。啊，有点粉红这样子。有点水冰啊。嗯，但如果你要那个颜色更重的话呢，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加多一点点啦，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分量是 OK 了的，两朵。我们是两朵啊，还没出来耶，三个啊。啊，再等它滚一下哈，再等它滚，然后就加这个 jelly 包的进去。那我们等它沸腾的时候。对，等到它沸腾的时候。是奶锅啊，奶粉。请留守，等一下我们有卖蜜糖啊。我在我家里用的锅、啊，我们有蜜糖跟大家分享，是用来饮用的，是用来喝的啊，是很通的喝的蜜糖。对，但如果今天要找好的蜂蜜，180圈蜂蜜的话，等一下可以留守，是会有这个新品介绍给大家，然后也是 approve 的，比较低的。蜜糖，要优惠价，有优惠价。是。Yeah， 变成这边那卡的了。啊，这个颜色就刚刚好了。这个就。nice 了。就好像是你边那放不多，我加了哈，现在 OK， a little bit by a little bit 啊，我慢慢加入进去了，啊，多一点它。来，我们目前加的是 jelly 粉啊，五克啊，它的比例是一克的那个 jelly 粉就100克的水啊，是的，装五克的 jelly 粉，我们就500克的水，500 ml 啊。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收看，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。
在做接力啊。现在要放冰箱的是吧？啊，对，这个等下放在冰箱的，大概是一个小时这样子，它就它的形状就出来了。表弟建议加冷水啊，对，给他那边溶掉，让他倒下去。因为用热水的时候，它就整个浸在一起，熟了。用手来，然后摇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你这边慢慢可以摇的，要八分钟吗？你会不会啊，表弟？还是这样哦。它是它变成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倒进去的话，它会比较容易。比较容易吗？因为昨天我浇的时候，我是大概用8到10分钟这样子。还是不会啊，更难融。表弟，来我帮你浇。表弟原来是不会的。你就是这样想吗？啊，你没听啊，你的想象。要不要重新做？因为我觉得是 OK 的，因为他们那边小了。啊，他们慢慢有。啊，就是包的，大家记得要，因为这个 jelly conjet jelly 呢，它就比较 special 一点。来，哺乳汁有做优惠吗？今天有哺乳汁吗？明天。啊，明天。明天还有哺乳汁啊。明天的优惠啊！晚上好，帮我们分享我们视频。我们今天做燕窝接力啊，对啊，应该放冷水，要放冷水更功利嘞，它更大搞。放冷水的话，它就直接就可以变下掉哦。它直接我们的窗户是吧？这是表弟，不是我们。我们本来因为我老家粉丝呢，你们有知道讲，你知道这个团结包的可以有机会知道一下。表弟跟你，我们搭配，因为它其实呢，它的这个精华是 OK 了的，我们搭配是这样啊。冷水下去才不会，好吧？凝结噻，没有啊，我们放冷水它就是结在一起。我知道了，因为我要给它就是滚先，我要给它滚。哦，还不够滚是还没开始。啊，对，还不够滚，我发现原来我的壶已经灭掉了。表弟关火了，表弟先关火。表弟怕它漏。要冷水才可以啊，没有啦，冷水反正更凝固啊。冷水不行。要热水，你看热水开始化掉哈。啊 ，OK， 可以，它滚了，它就化掉了。哦，吓死我。表弟乱来的，没有啊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也不懂，不懂就乱乱讲，这种知识我带动我们就相信你。他讲，还有8-9分钟啊，对，8-9分钟这样子。那我觉得，因为有些刚刚送到冷水，它就没有办法融了，我们搭配它就 OK 了。好一点，另外倒一点下去。没有关系，它是可以了的。我们把这一个东西呢搭配出来就可以了。这叫搭配的。好的。老叫叫搭配的。好。什么放来的？我们这个是巴沙巴布来的。巴沙巴布。好，然后顺便把那个肉生花拿起来。半勺后才下水。我们里面放糖了，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放糖。啊，这个就可以了，那个不要。啊，这个就 OK 了的，这个就不需要了。OK， 好。那你那个姜分量不够呀，你？其实它是 OK 的，是 OK 没有问题的，它也是会变成那种好像 conjet jelly 的。所以我在重复一下哈，你们不要加冷水，直接倒进去，然后它滚的时候慢慢搅，让它均匀融化。OK， 来说我们就是好像你平那的颜色这样啦。可以啊，鲜红色啊。你好像马上搞到这个。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搅。等下做后面我们先拉表弟，不是表弟哦。你表弟你是加冷水还是加冷水？加冷水，看看这里有温水吗？冷水搅拌开小火，不然会发生这样一块块啊。第一煮先，然后再放粉拌才开煮。哎，真的 OK 了哦，表弟。对啊，可以。很多人是做糕点甜品的。哇。甜品的师傅。还是大家厉害耶。可以，那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了哈。OK， 已经可以了，表弟已经加刚才那个。滚一下，加冷水，不热。不热是吗？嗯，加油加。OK， 好的。不，你刚你第一次弄冷水还会凝固啊，现在因为有一点温水。我刚刚有温点温水是吧？它有。我给它要一定要冷水啊，一定要冷水啊。到底要冷水还是要热水？冷水，你一冷水的时候，你不是你水啊，冷水对，你一放下去，粉摇倒下去的，马上摇一下就倒下去，
你不要煮，煮的时候那粉就会结凝凝凝固了。哦，明白。来，我们一直在搅拌呢。它其实稍微滚一下就 OK 了的 ，OK 就 OK 了。好的，哇，幸好表弟救了我。好，直接。你第二怎样？我去前面蒸了。可以，给它带凉了，然后我们要加我们的燕窝进去啊，谢谢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来，欢迎光临。OK。来，我们沥干我们的燕窝。对，我们沥干我们的燕窝，然后我们就要倒进去。其实现在接力放冷了才煮啊，搅融了才煮。对，我搅匀它的那个气散掉。大家都有做工啊，都有做功课的、啊，全部都有做接力的在这里。哦。这样不会化掉吗？没有化啊、哦。不会。因为我没有拿它去滚了。来，我们很大量的燕窝放入进去。如果呢，大家的这个燕窝是没有煮熟的话呢，你刚才就放进去里面一起滚。啊、哦，一起滚。因为呢，素慧今天带来的燕窝已经是熟了的，所以我等它滚了，我再加进去罢了。OK， 明白。OK， 好。OK， 好，这个时候呢 ，OK， 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哈，对我来讲会比较挑战一点。啊。OK， 要什么？来装碗，拿碗。大家准备这样子的小碗，因为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做它的那个美美的 shape， 我们要做的好像哈，对它的一个 flower 的模这样子。花的模。对，说大概是这样子的碗，不要太大，也不要太小。小碗。OK， 好，那这个步骤呢有点困难了，我觉得很挑战，我需要表弟帮忙。就是呢，我们会用这个保鲜纸来做它的这个模器的那一个装，那个容器。我就是要。把那保鲜纸放在这里，压到一个碗形了。哈，对的，是的。你要拿一张出来。好的，而且那个一张我大概需要这样厚。所以我可以把这个一小匙倒在这里，然后把它卷成一个花的形。啊，对，大概这样子。OK， 来，我们拿保鲜膜包围着那个小碗那边。好的，包在这个小碗这里啊。OK。建议给到大家，你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东西哦，绑紧啊、嗯、好，对，绑紧它，或者呢可以用 rubber band 就简单、啊、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方法 rubber band 比较容易找到了，我们找那个绑头发的那个塑胶袋塑胶圈，还是这个也是可以哦，总是有绳子，绳子也进啊。家里有什么嘎上就拿上来啊。这个比较困难的，这个很难找嘞。啊，这个比较困难的，这个我就看到我家剩两个，我就带来了。OK， 所以你不需要等到它很冷，大概是半烧的时候。因为它一冷的话，它就已经凝固了。好，对对对，因为它冷，它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要快哦。我大概是拿这样子一个生豆哈、嗯，一个生豆这样子。一个勺子。一个勺子。我们就把、哦、啊对，我们就把它的这边，好像你包那个啊、饺子这样子啊。哦。它卷旁边卷上来了。好，对。它就变一个水晶球这样子了，谢谢大地。哦，就是这样子来绑啊，就是要放雪柜。对，要放雪柜，等下它就会形成那种呆呆呆的 jelly 了。试试看啦、啊。好。它锁像脚这样的。你记得你绑了哈，你就把它转几绕，然后再系上这个绳子。可以吗，表弟？可以。可以哈，好。那过后呢，我们就要把它吊起来。很薄，这样子会不会爆啊？会，你吊起来。啊，会爆。要吊起来。它是保鲜膜很薄一下嘞，这个。对，大家在家里有这个钩的话呢，你要把它这样子吊起来，啊、因为呢，其实最好是整粒这样子吊进冰箱里面。哈、啊，收点呢，它的燕窝它会沉淀下来。哈、嗯啊，沉淀下来，等下等它冷了，我们再放进去。哦，这样的 idea 不错哦。所以表弟做好了，我先吊在这里先来。嗯、啊。然后我们再包第二粒，第二粒我们帮表弟来，小心啊，烫啊。对，我就先拿出来先。普通纸袋可以的吗？啊，表弟。普通纸袋，你因为它这个是它可以，你这个凹进去啊，可以剪上来的，我知道，凹进去啊。给他们一个勺子啊。那边太短了，不好搞。对，这样，你要看我是谁来了。是的。你是谁？我是表弟啦，是北号链。有时候带比较难一点啦、啊，因为
其实也不用撕胶带的哦，我什么卷一下就可以了。对对啊，不用啦。哎呀，你看我都不用来，我们剪它。有点好点，有点。小弟，你把它里面的那个空气全部哦，你卷到它扎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样它的屑就会很厉害。因为这个保鲜纸哦，你只要跟它讲剪，用保鲜纸绑保鲜纸也是可以的啊，也是可以哦。用保鲜纸保鲜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你会脱掉吗？会脱掉。它在空中那边哦。哦，因为它是要吊着。我要吊住就拿下吊喽。最后还是妥协了，最后还是妥协。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点。好像包粽子这样。好像包粽子这样子。OK， 好，这个我们是要做六粒哦，那你应该是摸点六粒。我们做六粒啦。OK， 你就是这倒我就这样喽。它不够长，它不够长，可以自己绑自己啦。嗯。来，我们自己绑自己啊。嗯。它的口那边要做好，不然的话它的那个水会掉出来。Are you OK? Okay, OK, OK. 各位请留守啊，等下优品有新产品介绍，你们可以了解一下。我们今天有带蜂蜜啊，对你提到它最 maximum。还记得那时候在清迈，你们想要要买那个蜂蜜呢？啊，你们可以了解。这样很美，这样很美。OK。我们还是要省时啦。哦，表弟，这个好像特别大力哦，差不多一样啦。一个手指，来来，拉长一点。拉长一点。Good morning, where are you? 哇，在美国是吧？你来一样啊，一个手指。看到它里面的燕窝好多。来，干见的粉丝，我们是做燕窝接力啊，燕窝接力。之所以有这样的颜色，因为我们用那个洛神花。啊，对。来浸泡一下，变成这个颜色啊。嗯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拉出来。是。然后。大家好像要那个饺子这样子。啊，这样子。啊，对，这样子也是可以，但小心不要有任何风。不小心。是这样吗？嗯。没有。Thank you 啦，很谢，谢谢分享。你要勾住我。嗯，不错 ，OK 了。那绳子比较厉害，用绳子。你有绳子？对对。还是有的哦。这里要怎样掉？等我掉。它、啊、这个很薄一下，就烫烫的。说我们已经第四粒了噻，来还有最后两粒啊，最后两粒。大家如果是塑胶，它就可以这样子掉着。啊，你哪里掉？它是要把这个风，哎，这个空气啊。全它全部挤出去，没有空气，这样它的 shape 才会美。美哦。嗯。好，大家就可以好像表弟这样子绕几个圈圈这样子。嗯，管它停就可以了。哦，杨幂啊。Later we let 表弟 try and see。我们要吊这一个小时啊。哦，不用放雪柜，是这样子吊一吊。啊，要放雪柜。要冷了才冲雪柜。表弟，如果它冷了过后，它就是本身就会变硬的。变硬了。哦，只是放冰箱会比较好吃。对，放冰箱比较好吃。人家说他已经被接力了吗？我们已经做几粒了，一二三，五粒，五粒了。来，这个是最厉害的，做多一粒这样子。最后一粒可以特别大。你看我已经是很熟了。很熟哦，表弟点的。来，最后还是表弟去做了。最后还是表弟做。排谁哦？啊。哇，你看表弟这粒特别美耶！哇，是啊，像我这样美。哇！你看我们就是已经是很习惯了，已经是，所以一个，哇，而且还可以西北后链这样。Who is a lovely lady 啊？素慧啊，Thank you, hello，谢谢大家，晚上好哈。等一下，表弟是最后一粒，我们做这个特别大力的。特别大力要打就打，打完来了。特别大力哦。不然哪大碗呢？你不搞他看。你搞搞这个特别大力的是要带回去给表嫂了。哦，咦呀，他大力你要他不大张哎。
大我表弟洪瑶爷爷这个要大张一点的吗？啊，这边要大张一点、OK， 全部捣到完啊。OK， 等下先。全部捣到完，这边还有很多燕窝哎。对呀、啊。你看这些都是燕窝，那个金丝燕。OK， 小心啊。还好没有刀叉器了。哇三个汤匙，四个汤匙。这里哇，这样你厉害啊，表弟，你放两层，它可以 support 到、哦。OK。那这个特别重哎。因为是啊，问题是这里啊，饭间吃进去了。哦，它不够那个啥。OK， 这样讲哦，这样讲哦。哎，你再看，来表弟来打。Giant 的这个。贪心的后果。对，这是贪心的后果。可以吗，表弟？可以，他没有露出来就 OK 了。啊，老公，你来说呢？可以，我们再，还是要做两粒、啊。表弟，撕大力点，撕西北大力，撕大声点啊！敢不敢来？可以。嗯。行啊。哦，还要再帮我？哎嘿，吓到我一下。你要拿出来、啊哦，你拿这个，你拿这个，我拿这里把它拿出来啊。OK。OK， 你看我们不用碗都可以了。OK， 好。我们等一下你要抓住线，你要抓住线。会。哦，哇，冰碗也可以耶。像你那个这样，我们做两粒哦，好不好、啊、？OK， 我们做成两粒，一粒的话它太重了。哎，大家晚上好，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，太大力了，我大力的。对，先拉出来，表弟，还是不顶，哈哈。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两层，这两层就 OK 了。Yeah, 太高了，因为太重了、啊，它就是。是的。OK， 来丢一下，分享的来，谢谢你分享，感恩有你。啊，刚好七粒啊，七粒就七龙珠啊。七粒。技术的复杂，这个要告诉我们，要快的话你完全也就达不到你的成果啊，越快就越不能达标啊，所以按部就班是最快的。你看他一定是被爆了的、啊、一定是肯定那个空气还能挤出来吗？可以还开不到了，还是开不到了。有弟你可以做慢慢来嘛，你太快了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所以我们钓到它变硬身，然后放血柜冷了就可以来吃好了，直接。啊，如果不要放冷藏也是可以吃，这样吃的是吧？直接。但是不要冰啊，直接要一点冰啊，好吃。可以冷冷会更好吃，这样子钓着。我们先放这些，然后呢，我就直接可以收进血柜那边。直接钓那边。要先炒什么？大概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。OK， 我放到标界冰的啦。你鞋柜可以掉没？一级 OK 了，表弟他不会很。你鞋柜可以掉没？我这里很多东西呢，你不要掉坏你。表弟，你放在那个冻冰的地方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你掉得到没？可以。好厉害哦！哇。OK。GDSID。但是你没有给他在空中啊，等一下那个。不美哦。嗯。那如果大家很雪柜的话，就要想一下要怎样去。你看掉下来都不爆。掉下来都不爆，那是你的。哎，这里好像就可以哦，这个它就比较有高空。嗯，这里可以。哦，这个刚刚好。OK， 说明轩还是雕着那个 shape 就更加的好看，然后那个燕窝它会沉下去。等下我们半个小时来看成果。其实我有做好两粒啊，如果大家要看，我是可以先开成果，先开成果给大家看。Okay, okay. 但是呢，等一下呢，我让表弟吃今天这个 fresh 的。这个没有放啊，这个不用紧啊。啊，这个现在我摆盘，然后我会滴在上面给大家看。OK， 来，我们有成果，我们直接秀成果，就是 after 你解冻了过后，你放血柜给它冷冻的时候，我今天这个颜色呢，是因为昨天我有加了一点点兰花啊，兰花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又有加洛神花，所以大家看到它的颜色呢是 a little bit like 那个浅蓝，然后又有冰咖勒这样子。哦、okay。啊，这个里面也是有燕窝的。来，我们直接呢剪开它，你可以看到的甜品啊。日本人的甜品，然后放一些花生。可以，这个我直接剪开给大家看啊。
要 face down。其实它是要 face up 的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会把那个桂花撒在这里。就是在上面呢。对。哦。等一等。对，大家呢，这个桂花蜜呢，我是拿这个桂花，然后呢，我拿去 steam 它，哦 ，OK， 给它比较软 ，then 给它干了过后呢，我就加根纯蜂蜜，这个桂花蜜呢，它很香，当然你要单单用蜂蜜的话都 OK。来，表弟帮忙开一下，表弟是很紧，可以吗？那我帮你来。哇，好哦！ Sorry， 这个我已经做了大概一个星期了。你帮我刷这下，看我可不可以。哇！手部大哥、啊，我、欸哦、手大哥，大哥，手你看看谁手大哥来？还是男人的力厉害。男人的力了，因为手比较大。男人的力了。男人的力是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会就是。其实这个桂花不用拿太多出来，我们只是要它的蜜，它的蜜糖。它的蜜，啊，它的蜜糖有一点装饰这样子就好了。啊，对，就很自然的啦，有贴到就放啦，没有贴到就算了。啊，它就呈现这种，你看有点像金箔这种感觉哦。啊，对，它有点像金箔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我建议大家用这一个 honey spoon 哈，这样子呢，你滴下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 honey spoon。啊，对，它就会把它的那个 honey 呢。有没有分别的它的 honey 的那个 spoon 的 design？ 这个 design 呢，它会让那个桂花少一点流下去，哦、更多是它的 honey 滴下来。哦，明白。嗯 ，OK， 这个已经好了。好了。来，表弟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当然要试了，我就准备了，你看。啊，我准备第二粒，等一下再给你吃 fresh 的哈，这个是我昨天在家做的。嗯。Hello， 晚上好。这个真的很特别哦，你吃了一口想第二口哎。它这个是燕窝的。对，燕窝，它又有吃到它的那个一丝一丝燕窝。所以我们该煮的过程是没有放糖的。燕窝就是配那个蜜糖特别很香哦。嗯。大家记得，如果要做桂花蜜，一定要用好的蜂蜜啊。晚上好，欢迎收看。哎 ，Nicky， 这口给你。我跟大果给你分。有另外一粒。是我的。我里面完全没有放糖、OK 吗？蜜糖够甜了，蜜糖已经够甜了哈、哇，好吃哦！它这个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你们天气冰冰天气热的时候，回到家的时候啊，你家里还要拿一粒出来，这样倒出来我打冰哦。哇，好吃好吃，真的好吃，更好吃。我们要将尊重一个厨师哎，要如何做？他有那种花的那个选酱子。我知道他讲的是吧？我们将尊重一个厨师，就是要把它吃掉。对对对。一口吃掉它，一口吃掉它。OK， 来一口吃掉。再来，这个是昨天我做来，我们先吃完去，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袋子。真的好吃，来。对，再拿一个回去给表嫂的，然后我们再吃今天做的。对，做了。所以大家是很简单，我们的琉璃燕窝冻就已经是 complete 了。真的好吃。是，那如果呢，你不吃桂花的话呢，你不需要放桂花，你可以单单放 honey 也是可以的。对，就是放 pure honey 嘛。对 ，pure honey， 太好，这个真的是。你加上蜜糖的那个另外一个层次、啊。如果家庭可以的话，放金箔。哦。金箔。像金箔。金箔也是可以。嗯。那桂花，我觉得它颜色就是好像金箔这样子。嗯。嗯，然后呢，再配上它的蜂蜜，就是。如果家庭允许的话，就放金箔啊。比较美观哦。因为金箔很便宜啦，不是很贵啦。是的。OK， 是不是很容易，大家。谢谢啊，今天给我一个电视啊。也是记得吃了这个，这个果冻真的好吃，请留守啊！我们今天有介绍蜂蜜啊。